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垦丁，是要试驾全新大改款的 Skoda Superb Kombi。那么据原厂表示，它未来将会贩售包含 Sedan 还有 Kombi， 也就是旅行车的版本。至于在动力方面，包含有 1.4、1.8、2.0 汽油还有 2.0 柴油的动力规格。那以我们今天的试驾车为例，它是 2.0 的汽油引擎搭配四轮传动系统，而且它是旅行车。那它的建议售价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，不过预计会落在180万元左右。首先在外观方面，我们今天的试驾车有选配 L、N、K 套件，那这些套件包含是内外观的一些升级。在外观方面包含它的19寸铝圈，而在内装方面它有一些很多舒适化的配备，让你坐起来更加的尊荣。以车头部分来讲，全新的 Skoda Superb Kombi， 它在车头方面相较于上一代的线条是比较圆润的，而在这一代它加入了很多比较锐利的线条，所以它看起来比较有精神。至于在头灯组方面，它采用的是 HID 的主灯，在下方也有 LED 的日行灯条，在最下方它也搭配了雾灯的配置。接着我们来看到车侧部分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观察到全新的 Superb Kombi， 它在包含整个车长、车宽、轴距，甚至在车高都有一定幅度的成长，这也造成它在车内空间有一个更好的延伸，同时它的置物空间表现也会相当的不错。至于在一些细节部分，从车顶往下看，它在最上端搭配了一个车顶架的配置，而在后照镜的前端它也有方向灯的指示。轮圈部分它采用19寸的铝圈，这是选配的部分，而它的配胎是235/40/19。车尾的45度角是我最喜欢 Superb Kombi 的一个角度，因为它包含了很多线条上的修饰，让它看起来非常的漂亮。这些线条呢，包含它在后挡风玻璃一个比较倾斜的线条，还有它在整个车尾的钣金线条，以及它甚至在后保杆跟后叶子板的接缝，在后尾灯的部分，这些整合起来，它的整个线条看起来非常的利落，而且非常的美观。至于在一些细节部分，包含它在后挡风玻璃上面有一个小雨刷的配置，在两侧的尾灯采用的是 LED 的灯组，不过在倒车灯还有警示灯方面是传统的卤素灯泡，而在最下方它采用的是双出尾翼管。接着我们来看到行李箱空间表现，首先它有自动启闭的电动尾门，那么在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平整性非常的好，后行李箱的底板它有一些小小的空间，可以放置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。那它同时也具备6式分离的椅背倾倒功能，而且还有快速倾倒。快速倾倒就是透过两侧的拉柄去拉一下，它就可以椅背自动的向前。接着我们来看到内装部分。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Superb 它在外观部分是比较前卫的，但是在内装的呈现方面是比较典雅的。而在质感方面，它运用了很多软质塑胶，包含很多钢琴烤漆的饰板，来构成一个相当质感很好的一个车室空间。比较特别的是中央这组液晶触控萤幕，那它是 SmartLink 系统。那在一般的状况下，它可以使用包含收音机，还有一些简单的车辆设定。那当你插上手机之后，不管你是苹果系统或是安卓系统，你只要插上 USB 线，你可以透过连线之后，它有很多的 APP 可以做选择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透过镜像输出来操纵一些包含导航系统啊，或者是你要听音乐，都可以透过这套系统来做操纵。再往下看是3区恒温空调的操纵界面，而在排档杆的后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电子式的手刹车按键。排档杆的左侧有一些按键，包含了模式的切换，还有 Start Stop 的引擎自动启闭装置，还有 ESP 的启闭按键。至于在仪表板方面，它采用双环式的设计，在中央有一组资讯幕可以显示行车里程电脑，而在方向盘方面采用3幅式的设计，它包含了很多快控键在左右两侧。那在双前座椅方面，在正驾驶座它采用8项的电动调整，而且它也附有电动的腰靠。而在副驾驶座也是电动调整功能。而在椅面的材质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直条纹的设计，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、一个仿古的设计。而在椅面的材质采用皮革来作为搭配。至于在实际乘坐的感觉来讲，我觉得这两张椅子虽然包覆性来说并没有很好，不过它在两侧也做了一些加强，让你有一个更好的支撑性表现。再来是后排的乘坐表现，而这也是 Superb Kombi 最杰出的一个部分。
首先将前方调成我正常的坐姿，以我178公分的身高，我膝部空间非常的宽裕，大概有两个拳头加三个指头左右的距离。那么在头部空间稍微差一点，大概只有三个指头的距离。不过它也有一个全景玻璃的天窗，那让你在车内的压迫感可以减少一点。至于在一些便利机能方面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试驾车有选配 LNK 的套件，所以它有第三区的恒温空调，我们可以透过这里来做它的温度的选择。那么在副驾驶座的侧边也有一组按键，那可以调整副驾驶座的一个角度，不管你是要前要后，或是要它躺，或是要它立一点，都可以透过这个按键直接做选择。那么在中央部分，它有搭配一个中央扶手，那你在翻开它之后，它有一个自卑架，而且同时它也具备了 ISOFIX 的儿童安全座椅固定扣。至于在主被动安全方面， Superb 控比它包含了循迹防滑、车身动态稳定系统，这些都是列为标准配备，同时它也具备二次碰撞的预刹系统。而在被动安全部分，它有包含9具的安全气囊，那其实这在同级车来讲算是蛮高规格的一个配备。打开引擎盖，我们发现它有油压顶杆，也有隔热棉。而这具 2.0 升的引擎在 VAG 集团方面非常被广泛的应用。那在 Superb 控比上面，它被调教成280匹的最大马力，产生在5600转。它的最大扭力有35.7公斤米，从1700转就可以达到峰值，所以它的动力部分是相当的强劲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试驾的是 Superb 控比 2.0 TSI 4x4 的版本。那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说 2.0 的引擎搭配这么大的一个车身，它到底够不够用？那么其实透过 VAG 的调教，它在动力部分有做了很大的加强，所以它在0到100的加速成绩有 5.8 秒，其实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据，甚至已经不输一些小跑车了。那么这组动力跟变速箱的搭配，其实它的一般的行车模式之下，它的换挡反应是非常顺畅的。那同时它有非常多种的行车风格模式可以切换，所以你可以因应你自己不同的需求，你要让油耗好一点，你要乘坐舒适一点，你要开起来舒适一点，你要开起来激进一点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模式的切换来达到你的需求。那么同时 Superb 控比它也搭载了一个电子式的悬吊系统，你可以依照你的驾驶风格，它在整个阻尼的变化上会有一些些许的调整。那如果你是在比较 Sport 模式之下，它可能会稍微变硬一点，那你如果需要它舒适一点，调到 Comfort， 它就会变得比较乘坐起来会比较 Q， 比较软一些。那这些都是为了对应驾驶不同的需求，你的车子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反应来配合你。至于在转向精准度，虽然 Superb 控比的车身尺码非常的大，不过它不会让你觉得很像很笨重很难操控，其实它在转向的精准度来讲还是非常的到位的。那甚至开起来的感觉不输一般的中型房车，非常的灵活。至于在整个隔音表现来说，其实 Superb 控比它，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，它还保留一点稍微热血的感觉。从你引擎一发动，它的排气声浪会有轰的一声，让你觉得好像这台车子不是很好惹。那当你在整个加速的过程当中，它还是保留一些声浪，让你在车舱内可以去听见。那至于一些比较攸关舒适性的一些隔音表现，包含防火墙、底盘这些部分，我觉得它在防火墙的隔音表现还不错。不过因为它一个旅行车的一个身形，所以它在底盘的一些声音还是会传递到车室里面，进而变成一种共鸣声音。我觉得这还需要再做一些加强，会让整个行路品质变得更好。从国外媒体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全新的 Superb 已经足以和 BMW 5系列或者是宾士的 E-Class 来做一个抗衡，因为它在整个造车工艺来讲已经完整的被表现出来。那么就售价来看，如果未来它的售价大约落在180万左右的话，其实它还是保有非常好的 CP 值，而且它的价格在同级对手来讲非常具有杀伤力。那同时你也买到非常好的空间表现，包含你的行李箱空间，你的后排乘坐表现都是非常有水准的。所以我觉得 Superb 控比这台车子，我还是会很愿意推荐给实用型的买家，因为像这样的一台车子，它并不会给你太高端、你前所未见的这种外星科技配备，
它给你的都是你每一天都会用得到的一些配备，所以它虽然非常的朴实，非常的简约，但是它也非常的好用，它是一台非常实用的车子。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